巅峰赛一刀流，项羽有多强？面对曹操、关羽，一打二照样杀。思路分享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小龙，我又来了。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嘚儿嘚儿，滴嘚儿滴嘚儿嘚儿，嘚嘚儿滴嘚儿滴嘚儿滴。好，这一局跟我对线的是关羽啊。关羽，你说好打也好打，你说不好打也不好打。不好打的点就在于他灵活性比我高啊。看这一波，哎呀，我去了，阴我一波。好打的点就是项羽也是挺克制他，因为你卡好一技能的顶的话，打断他的能量他就很难受啊。这一边这关羽他怎么老要劈我呀？你这不。不清二级不升二的吗？不清兵的吗？兄弟刘禅这个闪现，哎呀，关羽跑了，差一点呢、啊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走一下位，哎哎哎哎，这不行了，要回去了啊。预言，哎，有药了，接口药，但是关羽也没有走，也有残血，我有想法对他啊。刘禅你要不就走吧，你跟这儿他对不对，他比较猥琐，一个二闪闪的，一闪闪的，但是哎呀，差一丢丢啊！我想越他了，兄弟，但是他的血又回上来了一点儿。这刘禅，你要么你就直接起先手，对不对？我顶卡的位置，但是我这就尴尬了，我尴尬了啊！还好，出来了。这一直在死亡边缘徘徊呀。对方的曹操都过来了。不行，不能浪了啊！这关羽太灵活了，会玩啊！我也不少啊，遇到关羽对线，对不对？打关羽的话，你就卡好他的能量，你看他要出刀啊，要出刀了，然后你就把他打断。但是你看到没有，这边，哎，还追吗？这波其实打野也刚刚赵云啊，下路有很多机会，他不过来，他过来那关羽必死，因为他的血量一直在很低啊。就缺一个，就是有位移的收割，给他收掉。啊，这边选个鞋子吧，还是啊，跑得太慢。小乔，哎呀，打不死，哎呀，还好。但是小乔估计也走不掉了。哎，赵云过去了，漂亮。关羽是吧？你是不是叫关羽？你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去，二技能起手啊，行啊，会玩。有人来了啊，有人小心一点。哎，你想怎么样？他老想着要劈我啊，在家了。他老想着要劈我，我还老想着要推你了。完了，他大招了。我这边这一波没有闪呢，我这边估计要完了啊。别跟我说什么走位啊，走不掉。这个位置我跟你说是必死了，兄弟们，没有闪现的话必死。这一波啊，说实话失误了。他利用那个草丛然后规避我的视野，然后啊我一顶到之后往后一拉，然后就推我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要有闪现刚刚不好说啊，有闪现的话啊，没准我能给他杀掉，没有关系，兄弟们啊，让他一个人头又如何呢？在我项羽面前啊，天克关羽没毛病吧，兄弟们，我顶，看见没有，打断啊，这他就很难受，我跟你说。但是我想杀他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这一局也是1700多分的那个巅峰赛呢。发起进攻。嗯，怎么样，我勾引你。哎，他又出来了。你怎么说这一波，哎，逼到绝路。他利用二技能解掉了啊。会玩。他又顶我。我没关系，这个位置他我就不怕他啊。他开大我也不怕。这边小乔过来，打河蟹勾引一下，看他过不过来。不过来，过来吗？哎呀，小乔啊，你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呀。其实他跟我对战的话，关羽也吃不到任何好处啊。想杀我也不是那么好杀的。其实你打关羽，兄弟们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，无论是谁，如果说对战关羽啊，或者打关羽，你都尽量贴着墙啊，贴着墙他就不好推你了，他就不好打你。
这边上了打起来，我传送上去，关羽上去了，看看这一波有没有机会。我过来怎么说墨子，我顶到之后一个二技能先收掉墨子，我这边大招大招往这边大，哎呀我闪现，哎呀我去了，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啊，我预判他，我预判他的预判，然后他再跳又跳过来，哎呀我去了，不还行吧，杀掉了，这就是属实浪费一个闪现。这就很难受，哎，像你最难受的就是怕曹操这种好多段位移啊，然后贴着你，然后你往那边大他要往你后边去，你往后边去他要往你前边去啊，这就很难受啊兄弟们。好，继续下路跟关羽对线，哎，打断能量气不气，对不对，再打断能量气不气，哎，要死了，怎么做，回答我呀，不敢打了，这边赵云拿龙没毛病啊，咱把关羽看好就行了啊，咱不要想太多，有的时候啊上路咱支援不过去，这赵云属实感觉支援不是特别会带节奏啊，老是打野想着，哎哎哎，我预判空了，完了，哎，还好还好，打关羽啊，一技能一定要顶得住，要捏住了，不要让他找出你的破绽啊，我想卡他一下兵线，但是卡不住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来人了来人了，我先拉风景扯呼拉开，二技能减伤 A， 曹操你想干什么，信不信兄弟们，我这一波准备一打二啊，我有大招的啊，我找机会，对方都没多少血，一顶顶两个大招，啪，全部死，全部死，兄弟们，请叫我项羽，永远的神。怎么敢呢？曹操，你以为你开大招无敌呀？我让你瞬间血量压低你，开吸不上来血，对不对？这一波就很细，兄弟们，你刚刚这一波如果不顶两个啊，你都没有机会杀他们两个，瞬间的。你看他们两个人的尸体都死在一起的。项羽的最高的奥义就是啊，对战一个人的时候能100%，不说100%，90%命中率啊，一技能能顶到一个人。如果来两个人的话，你要找好位置，同时顶到两个人啊，这样才是项羽的最终奥义。如果说有三个人的时候啊，你尽量要顶到三个人，找好位置，这样才是一个高手项羽啊。好，这边曹操往回一推死了。二技能，哎，关羽想救没有用，关羽你都跑不掉，我跟你说，要不干将刚刚这一推啊，对不对，咱把下路兵线收一下，中路打不起来了，打不打得起来其实有的时候看兵线就行了，如果说没有兵线了就打不起来了，就可以走了啊，怎么说这一波推到一个大招 A 一下，二技能闪现拉开啊，伤害打足就行了，我直接，对不对，头都不带回的啊，这就是自信，兄弟们，关羽这一关又被人追死了，他就没有我这么灵活啊，看似我项羽很笨重，实则啊切他们射手，对不对，我这伤害我跟你说就差了一点点，但是这足够了啊，队友的话反应也是非常快的，这又不是什么青铜局，对不对，你上去卖了然后队友不管你，那不可能的啊，你只管上去打，队友如果在附近的话，我刚刚闪现如果说满了万，那个慢交个一秒我都要死那儿。这曹操啊现在对我有些许的小畏惧，嘿嘿，看见我啊不敢露头了，其实我要跟他满血打的话我应该是打不过他的，上去，哎，算了，想跟曹操再试一下啊，推倒之后二技能 A， 我 A 看到没有，打不掉血啊，你满血你跟曹操打，我感觉是胜率不高，我想把他推到塔下，推一手到塔下反向一个大招，怎么说啊，你也讨不到便宜，他这个手是没有大招了，这个手他很脆弱的，好，赵云过来，哎呀，这赵云这拍呀、啊、拍的属实有点啊，你还想跑，你真的想多了兄弟，这赵云玩的属实有点抠脚啊，好，这一边我回家吧，
回家啊，对方死掉两个人，小乔跟干将都死了。李白他还跟那儿吵，不是李白，那谁呀？这边赵云想拿他们的男。好，射手这一波漂亮。这一波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墨子，我摸一下塔，摸一下塔，再摸一下，再摸一下。哎呀，我去了，还好还好。刘禅刚怎么不来帮我摸一下？早摸完早完事儿了。我一个一，哎，我准备一闪的。这干将啊，这边打到高地，但是打不进去了，我感觉啊。又拍空了。能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刀，再摸一刀，再摸一刀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，我扛不住了，对不对？摸几下，下一次来不就啊？把他那么火勾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全部拉出来，我一个一闪没有闪到啊，跑得太快了。这样的话啊，赵云漂亮，这一波绕后我帮忙啊，追不到了，但是还有一波兵线。但是我这个血量不足以参战了，交给他们就行了。哎哎哎，别贪了，兄弟们，可以撤了，可以撤了啊！收到，集合，进攻。别太贪，别太贪。集合，进攻。这一把啊，属实啊，射手挺肥。射手挺肥，主要是在于啊，对方的射手水平应该是不行的。不然的话也不会导致射手这么肥。你看项羽清兵真的是很舒服啊。这一边准备开下路视野，然后推二塔了。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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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塔没人来守啊，人呢？好，来了。来了来了，我推到之后二技能一刀，一个大招一刀，哎，看到没有，秒杀。什么叫一刀牛啊，兄弟们，这就是一刀啊。我这边再推三个啊，兄弟们，我这一波暂时没有队友小乔，但是这伤害不足以啊，不足以，还被关羽反杀了。这资源的属实有点慢啊，没有点慢没关系，再一刀啊，再杀一个啊。什么是一刀牛项目啊？现在秒干将跟闹着玩，我推到干将或者是推到对方的那个射手都是一套啊，直接秒杀，他反应不过来。兄弟们，我告诉你们，项羽有一个推的技巧啊，你推的时候这个距离对不对？有一个距离，你这个距离一定得卡好。就是你不要从贴着他推啊，贴着他推的话，他那个眩晕的时间挑的时间他会很短，你一定要推，就是卡好这个最长的距离，正好是一推正好挑到他，挑到他之后接大招啊，这样的话就能有一个很好的眩晕啊，他反应不过来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主要是挑的那个过程啊，不是推的过程。推的过程如果说对方有水银鞋啊，它是可以动的，你挑的过程就跟击飞时它是不可以动的啊，所以说卡好这个，也所以说为什么说一闪啊，一闪用一技能推它会反应不过来的原因啊。这是我玩项羽啊这个几百场下来的一个领悟，玩这个游戏还是得自己领悟啊，自己领悟这个东西才玩得顺手。这一边啊，一换一，关羽去带线，他发现打团战打不过了，要带线，这就不好办了啊。刘禅你就不要追他了，你追他你也把他没有办法，关羽还得我来治他，知道吧？好，这一边啊，射手又死掉了啊！我就说嘛，前期你射手拿那么多人头。不见得你有多会玩啊，你只能说你跟你对线的人或者是你的辅助帮助了你啊，对不对？开始撤退。好，那边刘禅起手，你开曹操干嘛呀？你要刚刚开到那个射手或者是
那种脆皮的我都跟上啊，那你开曹操我不敢上啊，兄弟。项羽出手只有一次机会啊，兄弟们一定要记住，团战的时候啊，你这一顶一技能顶过去啊，如果说你顶空了，或者是顶到对方的曹操了，那你只能打曹操啊。那你后排的话，如果说没人管的话，那你就废了。哎哎，还嘲讽一下，哎，这牛散有点东西，哎，上头了，上头了，兄弟你这，你是不是上头了？我想把，哎哎哎，我想把他顶塔下，你知道吗？但这俩人都不上当。赵云这一波看他位置啊，赵云这位置可以非常 nice 啊，这一波反超。但是啊，这都没有成功吗，兄弟？这边啊想找，但是都是满血，我不是太有自信啊哈，一套能给他杀掉，你稍微给消耗一下。好，这边我来了一套，去见他闪现，不闪现绝对死，兄弟们，闪现没有用啊，我再上。他永远不会想到，哎哎哎，关羽没多少血，这一波不是送给我吗？我还没死，还没死，兄弟来救我呀！我还很肉，我走一下位躲一下关将的技能，我扛不住了。我这一波啊，微操已经达到9999%的操作了。看似啊我死了，实则刚刚这一波我最少坚持了3秒钟没有死，要别人可能1秒钟就死了。我在规避关将的技能啊，你们不懂，知道吧？刚刚这一波伽罗，我第一波开到他了，没把他打死，是因为他闪现了瞬间啊，对吧？他闪现之后，他以为他我不会再上他了，不会打他了啊，在塔下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怕他，因为我有穷破苍穹，直接越塔一样也能很扛啊。对，这一兄弟们，我要给你们啊玩战士的英雄啊推荐一个神器，叫穷破苍穹。我建议大家啊都出一个这个英雄。为什么说适合战士呢？因为你战士一般都要贴脸，对不对？你贴脸就会遭遇3-4个人激活你，这样的话你穷破苍穹一开啊就是很 rare， 对不对？这关羽干啥呢？开大招顶兵线，我去。赵云要我们先打，他马上就来，问题是我这个打不动的样子呀。刘禅应该扛在这里啊，让我去下路清兵线，这家伙，对不对？你有护盾你能扛清兵线，再说我比你快。他老是喜欢带线，这个刘禅啊，让他带去吧。那咱这边啊有人带，咱就去上路带。中后期的话就是要运营兵线啊，兵线要运营好一点，不要老是打架，对不对？你先把兵线搞好之后再打架，这样呢收益是最大的啊。这一波啊可能要一波了，我这边直接卖掉换复活甲，但是我在卖换复活甲的时候啊，队友那边已经开了，为什么不等我来不看我的位置就开了？这肯定明显打不过呀，我不在呀，兄弟。一个一闪把我推开了，这反应很大，一个大招没有死，差点伤害。穷破苍穹一开，但是顶不过去，哎呀，这干将把我玩的死死的。这一波说实话我肯定死了，我这边没有办法了，射手跟疯了似的点我，我明显跟上路清兵线我还没有过来，我就换了2秒钟换了一个装备的时间呢，队友那边已经开了，我都不知道咋想的，是不是这个32:23的这个人头比队友觉得啊少一个人也能打呀，兄弟们，你这想的太天真了吧，对不对？你这是，哎，稍微我跟你说啊，会玩一点的人都不会说随便接人家的团战啊，这就是队友打的有点膨胀了。这一边换个什么装备呢？这边复活甲又没有好，经济又不多，买不起呀、啊！哎呀呀呀，这就很尴尬了，还是换一个永夜吧。这边我就怕队友在那打起来，你知道吗？这队友也属实有点，因为对方死掉一个射手嘛，就不能等到出复活甲，可能就得一波了啊。赵云说：“等等我，哎，这边哎，看这个墨子过不过来。”不过来啊，把兵线收掉。
刘禅跟夏鲁啊，可以可以，勾引的还勾引的行啊，勾引的可以。这一边，但我没有闪现啊。关羽又清中路兵线去了，我推没推到。想干什么？好，墨子也死掉，这关羽把他位置卡得死死的，不敢上。那这边咱就去下路。哎，我过来怎么说就要拿掉你的高地塔啊！我不是想杀你，我是想拿高。哎，这边都进来了，那行吧。我推到之后，一个大招二技能 A 一到穷破苍穹一开无敌啊，相当于无敌。这一波我已经坚持了三秒钟啊，但是好像还是没有打进去。哎呀，这边卖掉，这边这个钱不太够啊，还是先忍一手吧。牛禅还要打，牛禅还要打。这牛禅啊，喜欢搞事儿啊，我发现他这把说实话，赵云玩的啊，就那么回事吧，不是特别会玩感觉啊。好，这一边开龙，看到没有？开龙，快抢啊！下去，下去，快下去！要没了，要没了，要没了！啊、哦，拍起来了，正好没有抢到，还这一波，兄弟们，难道要输吗？奴王被抢了，那这边只能守一波了啊！我都够不到家。你抢龙啊兄弟，你谁让你够伽罗了，刚刚你如果说拿一条命换一条龙的话还是值得的呀，射手还是掉线，哎呀我去了。我这边一推，推到之后一个大招二技能啊，我这边用命对不对，阻挠他们一下。刘禅刚刚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你非得要去下路干什么呢？哎，好吧，这一把也是被对方顺利拉下。其实说实话这一把还是有机会的啊，可惜队友玩的有点乱七八糟。 9.7 的评分，17.4 的承受伤害。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关注哦。